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年，我十一。 让我在最高的台阶上给他们两操。喜欢吗？我警告你，给我爱洗的啊！上次，死幺幺跟保皇无斗的事情明白？哥哥，没洗牌你就回来，你去惹他们干嘛？我惹他们吗？我管他娘的是不是死幺幺，保皇，我咋拉下来？他一直都提到，你饶命吧。 假了，那正好，爸爸这两天呢也不去上班了。假设自己是身在别处，你就是你，你生在某个家庭、某个时代，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。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，并尊重它。